头痛，头痛啊！我现在看那个非典来了啊，非典来了啊，好像非典上面啊，顶上啊，站了几个武士啊，带了几个武士过来啊，带了几个武士过来啊，非典的顶上，哎，带了几个武士过来，哎，带了几个武士过来啊，这几个武士啊，哎，是来执行那个叫。杀一进来的啊，杀一进来啊，哎，杀一进来的啊，我看到了啊，啊，看到了啊，准备要处理的一些啊，要处理的一些啊，这个世界就这样啊，这个世界就这样啊，一旦搞明白了一个，就知道咱们成功了哦，原来历史上曾经呢。要想对地球啊进行，改造，已经无数次了，但一次也没成功啊。他们也搞也想不明白，他们一次又一次想阻止那个核战争，啊，一次也没成，一次也没成功，也找不到原因啊。这一次他们终于，搞明白问题在哪里了啊，问题在哪里了啊？原来他想的头痛也想不明白的是。这次终于明白了啊，终于明白了啊，应该怎么做啊？终于明白了应该怎么做啊？这个，成长啊，这个成长啊，这个成功了啊，成功啊，成功了，成功了啊，成功了啊，成功了啊，这个洞是什么？挂在，这个像啊，这个像的意思啊。成功了啊！千古流传的，成功了啊！好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啊！原来这么一回事啊，知道了啊！好，再见啊，再见啊，再见。